大家喜欢的情侣间的互动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虽然说选择以情侣互动作为主题的插画家不少，但是每个人的风格也都不尽相同。这次我们要介绍的插画家 Masuda Miku 则是以自身的经验作为灵感，画出了充满妄想的插画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作品。日本插画家 Masuda Miku 今年21岁，在他的笔下中的情侣几乎都有着超萌身高差 tilde， 不过这对好像也差太多了。我喜欢渣渣的你，他作品中的女主角几乎都很主动，感觉跟一般的女孩子不太一样，撩起裙子勾引，这样怎么受得了 tilde？ 除此之外，短发的女孩子也不少，男孩偷偷拉起女孩的衣服与内裤。他的作品不算特别情色，但是却又带着若有似无的调情情节，给男生喂巧克力根本就是少女心中的王道妄想情节吧。情侣拥抱，微微将衣服撩起 tilde， 又或者是身高高的男友低头亲吻女孩的画面。你的味道消失不见了，好寂寞，我跟你的故事还会持续下去吗？会结束吗？不仅仅是接吻，而是舌吻哟，这才贴近一般的情侣啊。女孩的害羞与男孩的淡然呈现强烈对比，女孩很有个性的叼着一根烟喂男孩吃薯条，一起床就看到自己喜欢的人躺在身边，该有多梦幻啊。大家看完 Masuda Miku 的作品不知道还喜欢吗？他的作品呈现出与其他少女漫画中的情节不一样的风格，虽然画风唯美，但是却又更让人心跳加速呢。